下巴歪了。你说我长得算丑吗？我们是什么？性伴侣。手术会失败吗？谢立中啊！哎，不知道是我呀。疼吗？真猛啊！这罪你都受得起？你的预算是多少？3000块。我们医院呀，有个新产品叫引波。别说了，不要。女人可以一无所有，有对胸就可以了。我的胸呢？我们这里可以分期付款。分期？我想做一个安吉丽娜朱莉的嘴。我最讨厌人家去整容了，他们真的以为折腾那张脸就可以改变命运。